好的，各位保友们，游戏又更新啦。关于目前现在 iPogo 更新的版本是 2.0.7， 那因为其实更新的功能并不多，其实这个功能在上一个版本其实就有了，只是因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，所以我就想说就先不拍片。那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更新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，所以想说好啦，不要再拖了，现在赶快拍一下，我来讲解一下这次更新的功能。其实只有这一个都是英文，看不懂没有关系，很简单。就是这一个快捷显示呢，你如果把它打开之后，然后你把这个功能打开，它会把快捷变成横向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是即时坐标，这个也可以打开，这个功能是 VIP 才有。那打开之后呢，这边显示的就是全部都是100 IV 啦，简单来讲是这样。然后这两个快捷，一个是临近的，一个是临近的宝可梦显示，然后一个是100 IV 的宝可梦显示。所以如果你在开启，有一个快捷传送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快捷一般快捷关掉，就附近的先关掉好了，附近关掉，我们留下100 IV 的。好，当你这样打开之后呢？点它按传送，这其实这功能之前就有了啦。主要这一次的更新的功能就是把它变横向，就这样。其他其实是之前就有的功能，这根本没什么。那因为我这个等级是新账号嘛，所以不可能点开是100 IV 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变成说我只是示范说飞过来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总之呢，你开了这个快捷显示。即时坐标啦，即时坐标开关打开之后，它显示的在这个快捷上面全部是100 IV 的怪，全世界的100 IV 的怪都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如果再开启这个附近快捷自动走路传送，当你点它之后按好，它就会直接飞到那一只怪的位置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抓了。就大概是这样，这次的功能其实就是把它变横向。那如果想要把它改回来直向，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打开，然后关掉这个英文这一串，关掉它又会变成直向，就只有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那这个是 iPogo 2.0.7 的部分更新功能。那再来我直接接着介绍那个 PG Shop 的最新版本 1.21.0 的版本。那因为有保友在问说，奇怪，之前这个自动手那个宝可梦手环下面应该还有一个都是英文，然后它是什么自动捕抓什么的，开或关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好像已经被移除了，可能功能不好用，或是他们还在测试吧，反正就是被移除了。现在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 1.21.0 的话，不会有那个，所以就不用特别再问说那个功能是什么，因为基本上就是不 OK 嘛，所以被拿掉了。简单来讲是这样。那如果之后这个开发商如果又有新增这样功能的话，我再来测试跟介绍。那因为其实安卓版本目前都是英文的，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很困扰怎么办？我看不懂英文，或是很不习惯。那很简单，其实有一个这个翻译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简单来讲呢，这一串就是金钥号码。那因为前几天游戏有这个开发商有送这个金钥号码，可以用好像三天吧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那简单来说呢，这些全部我都介绍过，除了有一个功能。是这一次更新的，是那个叫做这个飞行后所需冷却时间，这个之前没有介绍过。那其实它只是告诉你冷却时间还要多久，就这样而已。它会显示在萤幕的上方，然后就会开始倒数，就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。其实我还是觉得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，因为程式毕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们会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有效动作。那飞的话，你如果看程式，它会从 A 点飞到 B 点，但如果从
A 点飞到 B 点之后，你接着飞 C 点，它还是以 A 到 C 直接计算，它不会去帮你算说哦要 A 加 B 加 C 之类的，就是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去计算冷却时间比较好。那怎么看冷却时间？之前其实介绍过，但我现在再简单讲一下，就一样点开冒险笔记去看我们最后动作做了什么，然后去加时间这样子。对，就大概是这样。这一次的更新功能其实真的很少，所以更新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，说实在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哦，最近有一些保友在问说，那可不可以用那个什么，有一个功能叫做，有一个非人程式叫做什么 ，I Any Go， 那一款是用电脑然后去改这个 iPhone 的位置。那基本上我个人是不建议啦，因为其实很多保友跑过来就是用了那个版本之后，然后来找我，然后跟我说都收黑函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基本上这个游戏只能用手机玩，那你如果要用电脑去玩的话，很容易会被侦测到。那只要侦测到，基本上收黑函几率就会非常高。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飞行方式，最好不要插着电脑去改那个虚拟定位会比较好。你如果真的要用那些，我宁可你去用那个，就是人家在介绍的一些什么魅影啊之类的，插在手机上，那个还会比那个什么 I Any Go 好很多，至少风险也会低很多。你既然要插东西的话，那你干脆这样用好了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用这种 iPogo 这一类的啊，或是 PG Shark 简单玩就可以了，因为这功能很强大。然后其实你如果遵守冷却，其实相对很安全。那今天介绍就大概到这里，因为目前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新功能可以说。那我等一下会再出一部影片，是特别介绍有关一些最近保友常问的一些问题啊。那我等一下会整理出来再拍一部影片，等一下会再发布。好，今天大概就这样啦，谢谢大家。